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继续呢，来看看我们的第八组。第八组的这个是今天啊，所有的参赛的队伍当中，唯一组呢是以 Vocaloid 啊来当做主题来出奖的啊一个组别。这首歌曲哦，因为 Vocaloid 的话，我们都以歌曲来当做主题。这首歌曲呢，曾经是 Nico Nico Doga 的 Vocaloid 周刊的冠军。哦，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持续了好一阵子，因为那一首歌，这首由流星 P 所创作的这个 V， 可以说是 V 加的百合神曲吧，在那一阵子呢，搞到所有的角色都要对唱一遍，32人合唱一遍，64人合唱一遍，所有的 Nico 歌手全部合唱一遍，就是一首大家都一定要对唱一遍的好歌，是好歌，对。这首歌曲我想你可能听过，你可能很喜欢，叫做《Marklin》。那在这部作品当中哦，就是应该说在整个 V 加他的歌曲当中，我们回到最原著的部分，大家可能听了很多翻唱的版本，我们回到最原著的部分，当然就是由初音以及寻音的歌。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游戏哦？如果你喜欢V 加的话，你可能会玩游戏，在 Project Diva 啊、哦，这个 Hatsune Miku Project Diva 的这个游戏当中呢，作为第二代的角色衣服模组。哦，初音有套衣服叫蝶，然后呢，寻音有套衣服叫舞，它是相对应的，只有这两个角色才拥有的衣服哦，刚好配成一对，也是因为他们有这首歌曲。那我先提这首歌曲有一个很值得提的，接下来这首歌的版本是两位参赛者自己填中文词自己唱的版本，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欣赏由第八组参赛者雨花沙烟带来的。马克呢？
这个歌曲那时候真的是很红的一件事。你们怎么会想到说，因为你们应该是唯一的一组，你们想到说这样的表演的歌曲，你们干脆的就自己来把它填词，而且填词是自己填的。填的，我去看过，他自己有一张那个超看不懂的，不是，就是超密密麻麻的一个歌词啊，自己去翻译，然后把它填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唱的一个作品，非常棒的演出。转一圈给大家看看音符的部分。哇哦，真的是成双成对，好漂亮。好，我们谢谢第八组的参赛者雨花小妍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